正了意，诸菩萨万恒手能圆经，千愿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一百五十面，忍六加设观法。 那么这一大课呢，是讲到《楞严经》的二十五圆通法门。那么这当中呢，等于是说明了我们在修守楞严王三昧的二十五个方便。那么在这二十五个法门当中呢，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做一个总词。就是方便有多门，归言无二路。 这个方便有多门，是指的我们在正念真主的时候，他的所缘境是特别广大的，啊，可以说是整个因缘所生法了。也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根尘事，都是我们一个所关境。我们身为一个有情众生，由过去的业力而变现的一个六根六尘六事。 我们依止我们的六根来攀岩六尘，而产生六世的分别。大概一个一个众生的一生的生命当中的，我们身心世界的活动啊，就没有一个人离开十八界了。所以在整个日常生活都是楞严经的所观境，这一点是跟一般的三昧不太一样的。你看我们念佛或者持咒，我们一定要远离。 外在的因缘啊，说都设六根，一定要把外在的因缘放下。另外提起佛号，另外提起咒语，楞严经不必。你平常经常打妄想的地方，你平常经常起烦恼的地方，就是你升起关照的地方。就是楞严经的特色，就是救路还家了。你平常熟悉的地方，就是你修行的地方，你不必再改变地方。 所以它的特色是方便有多门。第二个，归元无二路，但是它真正关照的智慧其实是相通的。你看，二十五圆通的关照智慧都是空假中三观。你不不管运到什么境，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空观。空观呢，就是一种回光返照，正念真如。 啊，我们前面在，啊，这个前面的三卷半的经文经常强调啊，就是你看到事情，首先的第一句话，你要问他，你从什么地方来？我们不要被物质的一个假象所迷惑，你要看到这个假象的背后，到底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所以，一个人经常会回光返照啊，你从什么地方来？ 我们就不容易起颠倒了。那么我们会看到一个啊，我空法空相应的啊，清净本然、坐困法界的如来藏妙真如性的本体。这个就是我们刚开始第一步要做的啊，从假入空，从一个身心世界的根尘式的因缘法，回归到一个整体的不生不灭的清净本性。 那么假观呢，又开始从空出假，又从一个不生不灭的本性，又回到我们现在的身心世界。我们现在的因缘有它的一个假名、假相、假用，我们要找到我们的定位，我们怎么利用我们今生的根尘事来积功累德？所以这个假观呢，就是说你也不能否定你今生的因缘，人生难得啊。 所以我们在从假入空的时候，破除我们的我法二子，但是当我们从空出假的时候，一指的是一种大悲的业力。我们假借今生的根尘事来积功累德，来求生净土。啊，那么当我们把这个整体的真如观跟个体生命的因缘观达到平衡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中观了。空假中三观。 就是这样操作的。不过我们从本经的看呢、啊，初学者他是偏重在空观的，就是偏重在从根尘式的这些假象回归到我们我空法空相应的真如本性，这个空观是一个重点。啊，从解脱道的角度，这是一个重点啊。好，那么你能够掌握这个以六根六尘。 六世为所言境，而升起空假中三观，那么你大概就能够掌握整个二十五圆通的一个纲要啊。我们看讲义啊，这个地方我们讲到啊，观法德国，啊，就是加设尊者呢观察这个法尘，而成就了啊圣果。看经文，我观世间六层变坏。 我以空寂修以灭尽，身心乃能度百千劫，犹如弹指。我以空法成阿罗汉。那么这个地方讲到迦叶尊者今生的基门。迦叶尊者呢，他在选择所关键的时候，是观察这一切世间的六层的生灭变坏。这个地方的六层啊。 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地方的六层呢、啊，其实指的就是法层。那为什么叫六层呢？因为它是前五世攀岩五层，而落卸到这个心中的一个影像。换句话说，这个六层其实是过去的，他曾经所发生过的、所见闻过的事情。那么他这个教授尊者在修史观的时候呢，他就回忆过去的。 六是攀岩啊，这个五前五是攀岩五层所落下的影像，而这个影像呢，他观察它有一次生灭变坏啊，所以从这个地方他发明了我空的真如，他知道这个五印身心没有真实的自我，所以呢，他就依指这个我空的空寂之理啊，来修习灭尽定。 这个灭尽定呢，就是在灭除我们身心世界的啊，第六意识的受想两个心所，还有第七意识染污分的这一部分的心所啊，所以他的心呢、啊、是特别的维系，只有第八世跟第七意识的清净分现前啊。那么他的身心多么维系呢？你看下一段就知道了，他的身心世界啊，能够在禅定当中呢。 经过百千劫的时间，就好像一坛子的短暂时间。所以你看，迦胜尊尊者身为佛陀的初祖，他现在在鸡足山入定，啊，等待弥勒菩萨的降世，呃，把释迦牟尼佛的法衣交给他，他入的就是灭尽定啊。那么当然，他这个灭尽定为什么那么久呢？这当中跟他的空观的智慧有关系的，啊，以空集的智慧来修禅定。 所以他这个禅定的力量就加深啊，所以他做一个总结啊，我以空法而成就阿罗汉，我就是以我空的这个智慧啊，来照见我空的真如理啊，而成就阿罗汉果啊。那么这个地方是按照维大师的解释呢，这个的是他的今生的基门。再看第二下下一段呢、啊，就讲到他的过去的本能。 世尊说：“我陀陀为最，妙法开明，消灭诸漏。”佛问圆通：“如我所证，法应为上。”那么世尊经常赞叹呢，在诸弟子当中呢，迦叶尊者是陀陀为最。陀陀呢，就是我们换成中文叫抖擞了啊，就是我们说的苦恨啊，一是苦恨呢，来抖擞我们的精神。 那么，迦萨尊德他所悟的理，其实是下面这一段的、啊、哈：妙法开明，消灭诸漏。这个妙法指的是他第六意识的法尘，他能够通达这个法尘呢，其实当下是即空即假即中的，当下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了。前面它是花明的法尘是我空的，这个地方它同时的。 看到法尘有不空的因缘，啊，空假不二的道理，啊，而空假不二呢，当下就是我们众生本具的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依止这个中道的实相里呢，灭除心中的无明，而正得清净法身啊，为此在言教的出处啊。所以佛问言通的法门，正如我所修守正呢，我是以法成为所观见呢。 最为殊胜无上。这个在我们看大小乘的修学止观啊，一般小乘像修子观，他一定先修无常无我的，因为他要先破这个见识烦恼，这个对峙止观，啊，所以在这个二十五圆通当中，凡是小乘的在四线的机门，他一定先修我空观，然后再修。 空假中三观，步入中道实相，啊，它是有这个基本两种的差别，啊，这个地方要把它分清楚。那么下面的普贤菩萨呢，后面我会讲到普贤菩萨，他就直接进入中道实相。那么他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对峙史观就不谈了啊。坎新二的观五根。 那么这个五根呢，其实是把耳根呢，它是把它放到最后面了、啊，因为耳根是娑婆世界最为契机的法门，所以佛陀要详细的说明啊，所以把耳根拿掉，啊，所以剩下五根啊，这当中有五颗：一、波罗蜜观眼；二、寂道观鼻；三、流世观舌；四、依习观生五、须菩提观意。首先我们看第一颗，波罗蜜观眼。 这个乌罗利君子，他这个观，这个观指的是能观的智慧啊。我们前面说过的啊，整个楞严经的妙观察字所依指的就是一心三观啊。这个观指的是一心三观，这个眼指的它的所观境是眼根。这个地方值得我们说明了，这个眼根呢、啊、是指的生意根，它是一个色心的合合，但是在这个地方的根。 特别指的是心法这一部分，也就是我们说的见闻秀常觉知这一部分啊，不谈色法这一部分，谈的是心法这一部分啊。那么到了经文你就很清楚了哈。我们看第一段：我若力陀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拜佛言：“我处处家常要睡眠，如来喝我为畜生类。我问佛喝，涕泣自责七日不眠。” 失其双目。这个地方先讲沃罗利尊者、啊、这个，他所发生的因缘啊，我们讲到哈，楞严经的修学啊，就在你平常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当中来修学，你不必离开你的因缘，啊，就是你平常很熟悉的因缘，可能是好因缘，也可能是不好因缘啊，顺利皆方便。 那么，沃罗利陀呢，翻成中文叫做无品。为什么呢？那么他，因为他过去生呢、啊，曾经做一个农夫。那么他去田里耕田的时候啊，就带一碗饭到田里去耕田，准备中午吃。那么在山上住了一个辟支佛，这辟支佛平常住地呢，但是他七天呢、啊、会下来托钵一次。那么这一天下来的时候呢？ 他要回到山上的时候，竟然是空波而回、啊。那么，这个荣翁看到这种情况啊，起大大怜悯心啊，就把他唯一的一碗饭呢、啊，就供养给这个毗支佛。那么，因为这个人布施的心非常的虔诚，所布施的田又是一个辟支佛，所以他遭感九十亿劫的时间呢，不受贫穷之苦。啊，这是阿耨利陀，他是佛的堂弟啊。 大概在奥罗汉里面，他的福报是相当大的，啊，相当大。你看经典这样说啊，沃罗利啊，他去托钵、啊，不管是贫穷的人呐、啊，给他多么粗糙的饮食，到这个钵中啊，入沃罗利的钵，只要入他的钵，一定变成甘露味，不管是什么东西，他那个福德力这么强，那么他要吃剩的，把这个钵倒给别人，又恢复原状，啊，所以他那个善业力特别强。 那么，所以他有资格称为五品啊。那么这个尊者他就从座位站起来啊，来说明他这个修学的一个过程。他说：“我刚出家的时候啊，当然他是八王子出家，带有贵气呀。有一个毛病呢，就常要睡眠。这个睡眠他也不是一次两次，他是经常性的在佛陀说法的时候睡觉。” 后来有一次，佛陀实在是忍不住了，就呵责这个沃罗利啊，说你呀、啊，你这个经常在我说法的时候睡觉，你未来的果报是变成一个畜生啊、蛤蟆一类的啊这种动物。那么，身为沃罗利尊者呢，他听到佛陀的呵责以后呢，可以说是涕泪悲泣啊，甚至呵责。他如是思维啊，所谓的听法的目的是明白道理。 那么明白道理，依理起观，才能够破除心中的颠倒啊！这是一个解脱的啊解脱之门。那么既然我在这方睡觉啊，这个过失很重啊，所以他一直大惭愧心呢。后来七日七夜就不睡觉了，那么眼睛过度的疲惫呢，就失起双目而生大苦恼啊！这个地方就说明他过去的一个一段一个过失产生的一个因缘啊。 那么这个因缘也启动了他一个生命中的转机啊，我们看下一段就清楚了。世尊是我要见造明金刚三昧，我不因缘，关键时方金针洞然如观掌果。那么大慈悲的佛陀呢，看到这个无努力尊者啊，失气双目啊，生大苦恼呢，就教他修学啊，要见造明金刚三昧。 这个药就是喜药，这个剑呢，这个剑指的我们注意了啊。我们一般的剑呢、啊，叫做因缘所生法的剑。一般的因缘所生法的就要用眼根来见，就眼根攀岩射程产生眼示。所以我们一般的生死众生，都是在十八界里面造成一种。 啊，轮回相续的力量，但这个见它是一种心性的见，就是我们讲见性，它不必一直引根的，它已经超越引根啊。所以这个见呢是见性，那么依着这个见性的照明啊，来照亮这个我们本性的光明智慧，那么产生一个不可破坏的犹如金刚的三昧。 也就是说呢，这个三昧的特色呢，是我不因眼关键四方，所以我从今以后呢，不必假借眼根。你看眼根败坏了，眼根不坏、败坏的见性没有败坏。你看你眼睛败坏了，你还是有看得到啊，你看得到暗象啊。你看我们问那个瞎眼的人说你看到什么？他说我看到前面一片黑暗，前面一片黑暗就是你看到了 啊，见到光明，见到黑暗，都叫做见，啊，所以呢，他这个时候已经不必再假借眼根就能够照见十方，这个十方是包括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啊，如观掌中阿莫罗果，而且当时的情况是金针动然，也就是说呢，他所依止的是一种精纯的见性，而窘脱根尘，灵光毒药。 清楚分明啊，能够照见十方，这个整个三千大千世界，所以他这个时候叫做半头天眼，啊，他前半段的头看得到，后半段的头看不到，啊，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乌罗利尊者在眼根败坏的过程当中呢，他已经不必一直眼根，他就能够看到物质啊。 如来应我成阿罗汉，佛闻言通，如我所证，贤见行言是为第一。那么从经文来说呢，佛陀就亲自印证他呢，已经成就阿罗汉果了。那么现在佛陀问我言通呢，正如我所修所证呢，我所悟的真理是什么呢？贤见行言，这个见就是我们能见的功能。 我现在能够把这个人间的见分呢，不向外攀岩而回光返照呢，开显我内在的见性，而证得我空法空的真如法性。我们一般的人是用眼睛看，我罗的地尊者是用心来看，他那一念清净本然、周遍法界一念心性呢，观察世界。 那是无障碍的境界，啊，那么这个是讲到他的一个本门啊，他所觉悟的真如理啊。大概整个楞严经的圆通法门啊，都是要破这个根尘识，都要破根尘识的，啊，你看我们以眼睛来说啊，你看他眼根，眼根攀岩六层，就产生六识，那么这个方向是什么？向外攀岩。 楞严经它就是怎么样呢？它叫破和合四断相系性。就破那个根尘的和合。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是一指眼耳鼻舌身意，一指色身相位触法而产生啊六识的分别。而楞严经它的想法就是，你要能够到达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 就是它那个方向是回光返照，你从什么地方来，你去找你的最初的本来面目，你不要老是去被这个假象所迷惑，所以它那个这个是两个方向。第一个，你从这边出去，那就是根尘世的境界；那么你回光返照，那你就是到达五言的鼻舌身意、无舌生相为出发。 这个就是这两个方向，大家要找要弄清楚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啊，楞严经的修学、啊，两句话：回光返照，正念真如。这两句话你要经常记住的啊。看忍二的记道关鼻，那么记道真者呢，他所关的是一个鼻鼻根的一个嗅的功能。 我们看他过去的因影、啊、就知道他为什么以鼻根当所关键、啊、看经文就清楚。周利盘陀切即中坐起，顶礼佛祖，而拜佛言：“我却诵持五多文信，最初持佛文法出家，一直如来，一记切陀，以一百字得前，以后得后，一切。啊，这个讲到周利盘陀切啊。 他、啊、这个过去的因缘啊，周立盘陀界呢，翻成中文叫祭道，就是这个古代的印度啊，他们这众生产呢、啊，不能在自己的家生产，要回到娘家去。那么，因为这个季道尊者的母亲啊，在回家之前因为事情的忙碌啊，来不及回家，所以快要生的时候才匆匆忙忙的赶回去呀、啊。 就在这个道路的小道的旁边出生呢、啊，就叫做记道，是这个意啊。那么记道尊者呢，他出家以后呢是怎么回事呢？我却松弛无多闻性，也就是说呢，他的本性呢、啊、是疑迟暗顿没有一词诸法的功能，所以他没有这种多闻抢记的功能。 因为这个周利盘陀切啊，他过去生呢、啊，在迦叶佛时代是三藏法师啊，但是因为他在教导弟子的时候呢，因为签法的关系啊，对佛法有所保留啊，所以招感生生世世的遗痴，啊，到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呢，这种业报还没有结束，啊，所以说啊，他是缺乏这种意识的功能。 最初值佛闻法出家，我最初呢看到佛欢喜啊，而也听闻佛法，那毕竟是有善根嘛，有生欢喜心而出家。那么佛陀曾经呢要他受持一个羯陀一个偈颂，就是四季偈了。那么这地方我位大师里面讲到说啊，是什么四季偈呢？说是生以意业不造恶，不恼世间诸有情。 正念观之意尽空，无义之苦当远离。啊，就是包括戒定慧了哈。那么这个尊者呢，对这个祭诵呢，只有四句记，在一百天当中啊，只是记到前面一句就忘了后面一句，那么记到后面一句又忘了前面一句，可以说他的那个那个唯识学的那个念力呀、啊，啊，心里所言铭记不忘那个念力啊，非常的薄弱。 所以，这个他哥哥，他哥哥也出家嘛，啊，就非常的恼恨呢、啊，就死令他回家还俗。那么，周立盘多杰在回家的过程当中呢，走到半路遇到的大慈悲的佛陀。佛陀当然明知故问了，说你要干什么呢？那么，周立盘多就就如实如实的报告。佛陀说你：“你哎，你不要回去了，我来教你一个修学的方法。”啊，说佛陀怜悯呢。 这个尊者的这个一顿啊，叫我安吉调出路行。说你呀、啊，现在啊，你这个念力这么薄弱，没关系，啊，修行的方法多的是，啊，这个根尘事啊，你这个部分弱没关系，你找你强的部分出来，啊，那么这个时候他说，你现在啊，先把万言都放下，啊，你要安机静处，找一个闲机的。 闲静的地方住下来，然后呢，调和你的出息跟入息，也修属习惯啊。他怎么修啊？我们下面看：我是观系维系穷尽，身住意灭，诸行畅。那。那么这个时候呢，坐立盘陀切，因为他念力薄弱，他就不能用念力来修学。那怎么办呢？佛陀说：你就注意你的呼吸。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随洗的啊，属水，指观环境，那个不是属习，而是随洗啊，就是知道而已啊。知习出，知习入啊，你知道你的气息从鼻端到丹田，又从丹田到鼻端，那么你知道它进，知道它出，那么就经常的有事没事呢，就注意自己气息的活动，慢慢慢慢的使你内心呢。 啊，达到维系禅定的境界。那么，人性这个禅定现前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呢？穷尽身住一灭诸行差路，他可以看到他的身心世界啊，他的内心的世界那种身住意灭四种相状，他的念头升起、相续、变化、消失。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这个时候看到这个诸行啊，这个诸行指的是前面的深处意面这四种相状嘞，这种差挪差挪生么的相状。当然到这个地方只是说明尊者成就了禅定，还没有说他成就智慧啊，但是他已经至少把心静下来了啊。这个第三段是关键的啊。 其心豁然得道外，乃至漏尽成阿罗汉。诸佛座下应成无学。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反习行空，是为第一。那么，其心豁然，这个豁然就是指的是开启他心中的智慧了。因为他心静下来，他看到他内心世界的深处意灭这个种种的变化。 他就体悟到我们内心是一个无常、无我的道理，因为他生灭变化，所以没有常依主宰的我，所以他成就一种大无爱的智慧。那么，依止这个无爱的智慧呢，就断除三界的见思，成就阿罗汉果。那么，安住在佛的座下呢？那么，就安住在佛座呢，就是指他成为。 啊，佛陀的常随众了，而成就小乘的悟学啊。那么你现在老人家问我，圆通的法门，正如我自己所修所证的反习行空是为第一啊。我就是在观察我鼻端鼻根的这个出席跟入席当中呢，而我回光返照，观察这个出入席啊。我问他一句话：你从什么地方来？ 我不随这个出入席的相状而转，而我们讲色相归性，从外表的假象而找到他一个不生不灭的秀性，啊那个见闻秀长觉知的秀性，那么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呢，是最为殊胜无上的。 这个我们在回光返照的时候啊，正念真如啊，你看这个坐立盘陀切、啊、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过去的业力啊是不完整的，我们曾经造了很多很多的善业，但是也造了一些恶业，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点跟缺点，所以在整个修学的假观当中啊，这个假观最重要就找到你的定位。 你看，我们中国、啊、最高的一个哲学的书叫《易经》，整部《易经》就是在讲这个定位的问题。人生的七吉避凶就是你的位置，你找到你的位置没有？当然，这个位置它是它的位置是变化的。你二十岁的时候，你二十岁的位置啊，你出家十年，你现在刚出家，有刚出家的位置。 你出家了十年，你有你的定位；到了二十年，你有你的位置。出家到了五十年，到老和尚的，你有你的位置。有些话，你就不应该再讲找到定位，你才能够进退。进退啊，你才知道什么是该接该做，什么是不该做，才不会进退进退失守。啊，你看赵立凡多气，他电力很薄弱，你一定到晚要背东西。 他越背越没有信心，这条门过不去嘛？过不去你硬要过，你今生就是空过了嘛？到最后一定要还俗一条路而已嘛。你看佛陀说没关系，转个弯。你不能够背东西，你注意你的呼吸。哎，从这个地方方便有多门，他成就圣道。我讲实在话，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利根跟钝根的差别。 你觉得你很动根了、啊，那表示你那个门还没有找到，你那个最有力的门没有找到。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点。你看周立凡多切，他四季偈一百天背不起来，但是他找到他的定位以后，他很快的成就禅定，很快的证得我空，最后变成一个三明六通八解多的大罗汉。 所以你首先了解自己是很重要啊！你应该做什么事？我们讲旧路还家，就是你适合做什么啊？解门、行门、师傅门，你就做什么啊！我们不能够抛去过去的束缚。你过去生当中串习产生一定的力量，为什么有现在呢？就是过去有过去才有现在，你怎怎么会有今天呢？因为有昨天嘛、啊。 你看，唯识学，阿、啊、拉也是的，横转如暴流，生命就是一个水流。我们因为有很多的过去，过去，过去，才有现在。你不能够说把过去一刀两断，全部否定过去。你否定过去，你就没有现在，也就没有未来。诸位，你看看二十五言通啊，他都有一段过去，然后他跟什么一人特别熟，佛陀就教他怎么修行。 这个叫做顺势而为。你的过去这方面特别厉害，你就从这边下手，没关系。方便虽然有多门，目标是一样，结果是一样。啊，以这个地方啊，周立盘多见的修息值得我们深思啊，啊，找到自己的定位啊，比你的努力啊更重要。你找到你的定位啊，你的努力才有效果。 看忍山的牛是观舌，那么这个地方的所观句呢是舌根的长啊，见闻秀场的长啊，从从这个长当中呢而误入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啊。看经文，乔管波体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拜佛言：我有口业，已过季劫，轻弄沙门，世世生生有牛是病。 乔黄波提，翻成中文叫牛市。什么叫牛市呢？因为他过去的罪业啊，他从小啊，他那个嘴巴吃饱饭以后啊，他就会不由自主在那边空嚼，啊，嘴巴就是动来动去的空嚼啊，养成习惯了。乃至于朕的阿罗汉果呢，都经常保持这种空嚼的习惯了、啊。佛陀看他这个样子，害怕。 这个众生毁谤啊，请他到,到天上去，因为天人都有神通啊，不敢毁谤他啊。那么尊者就从这位顶礼佛祖，告诉佛陀说啊：“我有口业，我过去生呐、啊，口业很重啊。特别是这个他这个口业，这个恶口跟奇异啊，过去生特别重。这当中值得一个重要的就是啊，以过去劫轻弄沙门。” 因为他过去生呢，曾经出家，做一个小沙弥的时候啊，他看到一个老比丘啊，这个老比丘没有牙齿，所以他吃饭的时候啊，在那个地方嚼来嚼去呀、啊，他就讥嫌他说：“你这个老比丘啊，这个吃饭就像牛在吃草一样，非常没有威仪。”那么这个老比丘就跟他讲说：“啊，你要赶快忏悔，你这个要这样诽谤我，我是一个大阿罗汉。” 那么这个沙弥、um、听到以后非常恐怖啊，当下跟他忏悔。那么虽然忏悔的力量灭除了地狱的果报，但是他有剩余的果报，就是堕入五百世的牛的果报。所以他这个做五百世的牛呢，出世以后呢，还有这种啊主角的习气啊，所以叫牛世。那么他脱离了牛的果报呢，经得人生啊，在世世生生当中呢。 仍然有这个嘴巴空嚼的习惯，啊，这个是他讲他的过去的业报，啊，当然这个业报也启动了他一个修行的转机了，因为他这方面经常咀嚼，他就会注意他的嘴巴，啊，那注意他的嘴巴呢，哎，这个就有希望了。一个人开始注意某一个东西的时候，就是他回家的时候了，看经文就清楚。 如来是我一味清近心地法门，我得灭心入三摩地，官位之智非体非物。那么，因为他嘴巴经常撅来撅去呀、啊，他很自然就会注意他的嘴巴，所以佛陀就使令他就入还家了。说你过去一指舌根造恶业，现在还是一指舌根来修观。就要怎么修呢？修这个一味清净的心地法门。 这个一味清净怎么说啊？我们的舌根呢、啊，去接触食物的时候、啊，是很多滋味的，酸甜苦辣很多滋味啊。但是很多滋味是你向外攀岩的时候，你有很多滋味。当你回光返照的时候，你问这个舌根的长说，你从什么地方来？ 为什么你有这么多的滋味呢？你为什么能够吃到这么多滋味呢？这个时候他回光返照，那个人常的常性，那是一个一味的，那是一个清净的一个心地的观照法门。所以呢，我得灭心，这个灭呢，就是他灭除了根层的障碍。 你看，我们一般人呢、啊，六根一定要跟六尘一定要相结合，那个力量是拔不开的。那么根尘一结合就完了，这个事就产生。一事一产生，颠倒的心、造业的心就出来了。啊，所以他这个地方呢，一味清净的回光返照呢，就灭除了根尘的结合，而因为灭除根尘呢，而入了法性呢，那么。 依止这个法性的智慧啊，来修三摩地。在三摩地当中呢，观味知知非体非物。这个时候来观察我能够肠胃的这种功能啊，他呢，我怎么会知道这个酸甜苦辣呢？这个酸甜苦辣，非从根有，也不从尘出。你说根？ 会产生酸甜苦辣吗？当然不可能，也不是从尘啊这个色尘而而有，所以这个时候窘脱根尘啊而证得我空的真理，它是非体非物。非体呢，就是说呢，这个它不是从根而有，非物，也不是从外面的尘而有，啊，这个时候它把根尘的障碍破坏掉了，啊，破坏根尘的合合啊。 我们再往下看，一念得超世间诸肉，内拓身心，外移世界，远离山有，如鸟出笼，离垢消尘，法眼清净，成阿罗汉，如来清净等五学道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正得了啊，这个这一指这一念我空法空的这个正念呢、啊，就超越了世间的见识烦恼啊，向内。 啊，脱离了身心啊，这个身心包括了六根跟六识，外面呢遣除了六尘，所以眼地三界业力的戏服如鸟出笼啊，这个笼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明了的心啊。它本来是无障碍的啊，清净本来照遍法界。 但是我们一念颠倒的无明以后啊，就产生十二因缘了：无明、言行、行言识、识言名色，就产生的根尘识。所以，我们这一念心呢、啊，是被根尘识所障碍。你看，你眼睛看到一个色，你很自然就心光外泄，就跑出去了；耳朵听到声音，你也习惯的，心随境转。所以，我们的平常的问题就是被这个六根六尘笼子。 六根六尘六事啊，给障碍住了。那么这个尊者呢，他一回光返照啊，我们讲啊，你从什么地方来？啊，这个时候呢，脱离了身心世界，啊，内在的根根事也脱离了外在的六尘，那么离垢消尘，啊，远离这个根事的污垢，也消灭了对外尘的执着。 所以这个法眼清净的，法眼是空观的智慧啊，它能够了知一切法，了了分明，但是不为这个一切法所系缚，内心是一味的清净而成就阿罗汉果。如来亲自印证我成就小乘的无学道。佛问圆通，如我所证，环卫贤知是为第一。那么现在佛陀问我说。啊。 那么圆通法门呢？正如我所修所证呢，还未贤之。那么这个味就是指他的味觉了啊，他内心的这个舌根接触滋味的时候呢，他不随外面的这个酸甜苦辣的滋味所转，而回光返照，这个能知的是谁？说为什么我能够知道酸甜苦辣呢？ 知道酸甜苦辣是谁？他这个时候，他问到这个谁的时候，他的心啊，他本来是向外嘛，现在开始向内，啊，向内以后呢，这个时候就悟到了，啊，清净本然周遍法界，众生本具诸佛所证的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他依止这样的一个法门呢，视为第一。 其实，楞严经呢，就是在破这个根尘，根尘的。因为所有问题都从这么地方来，六根跟六尘一接触的时候，一碰撞的时候，就把六四创造出来。你看，唯识学它是怎么样？唯识学它是事后才处理。唯识学是六根跟六尘接触的，已经产生六四的。 然后、啊、我再来对峙。你把问题创造出来了，我找问题再慢慢慢慢把它收拾起来。你把你垃圾已经创造出来了，我把这个垃圾好好扫干净。你再创造，我就扫再扫一次。啊，时时其佛事，莫失惹尘埃。为师的观念就是这样，他是从这个事来对峙。楞严经就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是说，你把垃圾创造出来，那你垃圾为什么会出来？ 他看的问题看得更加的深入。唯识学是根尘碰撞以后产生的六识，六识里面带动的我执、法执，创造的烦恼，所以他从六识当中去对峙。楞严镜是根本你在根尘碰撞的时候，他就把根尘破坏掉，连事都没有出现。所以你看他的言论止观呢、啊，就从这个地方下手。 这个紫光你要能够掌握它的方法，掌握它的技巧，对我们泥命中的时候正念非常有用，非常有帮助。好，好，我们休息十分钟。